美妞来的，肯定能卖好价钱。100万，大嫂，对，走。哎呀，这么恐怖啊！哎呀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？这么恐怖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呀！哎干嘛呀你大吼大叫的什么回事、啊、不得了啦，刚才我看见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的，把我们村的小芳抓走了。怎么可能，现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再说了也是法治社会，怎么可能呢？哎呀是真的，你看那个女的，她伪装成这个阿婆的样子。这么说是真的？真的。是谁干的？一男一女啊，我又不认识他们呀。哎呦，那不行啊，那我们赶紧去救人啊。行，我们分头追吧。往哪里走？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吧。那边走边报警。是，边走边报警的。走啊，拿去那边装车。站住，不能出我们家。站住。干什么？你们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抓我们村的小芳？我们是人贩子。人贩子这么猖狂，我奉劝你们一句，赶紧把人放了，然后去投案自首，还能减轻你们的罪行。放了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对呀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们不要知法犯法。我说你这个小妞啊，不要在这里梦中耗子，多管闲事，挡我脸公婆的财路，等一下我连你一起抓了，你信不信？还这么狂是吗？我这不叫多管闲事，我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你们还懂得乔装打扮进村来作案，你们天理难容。你们老公，我看他长得这么水灵，把他一起抓去卖了，这个更值钱。对，抓一个也是抓，抓两个也是抓，来个一箭双雕。反正我们干这一行的，把他打晕了，一起抓去卖。这个女人200万又到手。对，这个女人心肠这么狠毒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？妈的，告诉你这个小妞儿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要闯进来，那你就不要怪我们脸公婆心胆小啦。给机会不懂得珍惜，还要继续为非作歹是吗？不行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骨头硬还是你的嘴巴硬。不要嘴硬，偷啊！妈的，来呀，有种上来！妈的，我就不信了。女人你就打不过，又比你小胳膊小腿的，来呀！妈的！来了，就是你这个人！加油！你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妈的，真的是没用的东西！妈的！来呀！放了我们！放了你？岂能放了你？放了你，那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大家看到去！要我来，我不敢，他很厉害的。到那边蹲着，妈的呀！哎呦，这什么社会了？你还出来干那种违法的事？怎么办？我今天要把你们两公婆打得服服帖帖为止。要不我们逃吧？逃！个子小小的，应该是练过的。对，我们两公婆今天倒霉呀，碰到硬夹子了。赶紧走吧，走得掉吗？你认为？现在啊，可是法治社会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你们两个永远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妈的，我跟他拼命了！妈的！哎呦！妈的，你这个人！哎呀！就是他们两个了！哎呀！不要再打了！这么猖狂！哎呀，你这个臭女人，求人命啊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你刚才抓小芳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放过他呢？赶快把他弄醒，去！放了他，我们损失好几万呢！呀！去，放下他！我的高铁断了！小心点！怎么回事啊？小芳啊，你遇到人贩子了！啊，人贩子啊！我不认识你啊！人我已经还给你们了，我都把他弄醒了，你们就放了我们吧。放了你，刚刚给机会你们不懂得珍惜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今天呢、啊、就必须要你们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像你们这种社会的毒瘤，民族的败类，留在人间也是一种祸害。告诉你这个小妞，今天挡了我的财路，
坏了我的好事。你今天敢把我脸公婆送进去的话，等我一号出来，我会弄到你们家里面鸡犬不宁，特别是那些老人小孩，通通都得遭殃。你还威胁我啊？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不是你，识相的，你就赶紧把我们脸公婆放走。对，脸公婆出来作案呢、啊，你能不能出来还是一回事呢？啊，现在抬头看看这个天空，有多么美好，多么的蓝。你抓人家去卖了，你到荣华富贵了，那人家呢？你让人家家庭？ 我管他了，人家家庭，谁叫他长得这么漂亮啊？我好心救你，你还，哎呀，还叫我去卖呀、啊？你还伪装的老太太呀、啊？哎呀，你们的手段呢、啊，真的是太高明了，都怪你。要不是我啊，今天小芳就把你们就把他卖到哪里去都不知道。你这个狠女人、啊，呀，知道了。啊多管闲事的下场，等我们以后出来，我把你还有那些老人小孩统统都干死掉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人狂必有祸，天狂会下雨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今天啊，我们就把你抓到牢里面去，好好吃那个不用钱的馒头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人贩子就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两个抓一双。小小馒头，小芳以后啊，出门在外也要小心一点，在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以后保护好自身安全，真的是防不胜防啊！哪知道他妈的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不是，到底到